各位，良辰吉时。不过最近不是什么良辰吉时啊，哦，疫情的关系大家都知道。哦啊，这边先祝大家平安健康。好，呼吁一下，没事不要乱跑，真的。好，既然你已经停课了，已经停班了的人，哦，麻烦待在家里哦，不要说什么哇，时间有了，放假了，开始揪朋友去哪里去哪里。这阵子尽量避免群聚，尽量避免啊什么互相去拜访啊这些的哦，乖乖待在家里，看我们之前的影片，看别人的也可以。好啊，也有你我的配合，未来才有可能庙会继续再办下去，疫情早日稳定啊。今天大家敲碗敲破了啦，模型庙会。因为最近我们没有什么新的东西啊，啊，其实也没有什么灵感，因为忙很多事情。啊，这次因为碰到疫情嘛，我们请示我们的蔡家联谊会管委会，我们这次要来举办我们的驱瘟除疫哦，绕境大典哦，我们来扫荡，我们是绕境啦，就我们要扫荡我们境内，保佑我们家里面平安。啊，我们这次一样请到我们的公安公职尊哦，我们来坐大瓦嘎。这大家来跟咱顺境哦，顺顺的话都有派咪啊来跟扫扫，哦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也配合这个政府的政策，我们人数限制、人数控管越少越好，啊，也要扫得干净，好不好 ？Go！ 来，各位们好，我们树太保、四太保已经请出来正殿这边了，哦，还有我们，你看我们当机，自从上次 K 卡到现在没有退卡过，有病不？有强不？哈哈！好，我们的大家，我们的大家已经请出来了。有看，九班领完都已经就定位了。OK， 现在良辰吉时已到哈，恭喜到咱的四太保，要出来顺境平安哦。来，行来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哦。我们这个大卡等一下划开之后就要准备出发了。哦哦，有动静。好，又不见了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少了个东西，少了三通过。打不紧，这样全聚了，不可以超过五个。哦，放回去。哦哦哦。要发起来哦，把它全部发起来，确定杠杆高，别靠腰嘞。好了，我们的车来了，我们赶快坐上车，我们要开始出发绕境了。扫地机器人，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东西忘记带。哦，欧林要带着，欧林放这边，放后面，放前面，欧林放在前面。好，就这样。谁能比扫地机器人还要能跑遍我们家大街小巷的？来，只要一个按钮，我来看一下。开始清扫。嘿，开始扫荡。哥。哦哦哦哦哦。哦哦，来，还要开始侦测哪边脏脏，还要规划我们的裸观。哎哎哎哎，慢点，开始裸观。靠背，一开始就出了点意外，那边太窄了。我们来客厅这边，让它尽情的扫荡。OK go。什么？他发现这裸观怪怪的，要重新规划。哎，很好。完全符合政府的靠腰嘞。
哎，好了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，大家慢慢逛。哦，啊，他会自己大街小巷一直跑，每个角落跑。我们这边的肉没变冷温。哦，好，拜拜。